日的紋身，係啦，諗住將呢個電池紋落隻手指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人生的第一次紋身，係七日嘅 OK。結果就是這樣，本來我是 expect 他應該是打洞的，誰知他跟我黏了打橫。因為我是波子，現在我們去到這個華欣的市集，這裡其實千奇百趣，什麼都有，有些就喜歡玩一些叫噴墨的紋身，或者黏水印的紋身，甚至有一間很出名的專門吃死皮的魚店。十五分钟，我只脚摆上嚟啦，已经蠢蠢欲动啊，大佬。好啊，正中。哇！我要扯一条嘢上嚟啊嘛。系啦，其实我嘅脚板，我嘅脚板啊，成条飞鱼做啊。好，我嚟试下试翻呢边，试下呢边少啲。有只脚。哇！好痛啊！我咪食花生先，我覺得食花生都好抵。快快，接得，小心！哎呀，神！我转我脚趾啦！我非要同一隻鱼咧，连带我食到金毛啦，佢系咁样。哎呀，我边度咁啊？手嘅感觉好似真系舐紧你咯，舐紧你啲死皮咁样咯。但系只脚咧，真系顶唔顺好晕啊！只脚啊，即系我嚟到嚟啊！终于松一口气啊！我觉得呢一个。这个是史上最残忍的一个惩罚，所以我被问反要严刑逼供，你一定要试这个。哇，这个好像真的滑了。哇哇，弹过不是喎，被我咬痛啊，这个被我咬到红了，他很出尽力地咬。刚刚纹完个水印纹身，他真的吃了些纹身。冇錯啦，嚟到呢度斯卡達市集。咁呢個地方除咗有好多好美味嘅泰國嘢食之外咧，喺呢度咧其實有好多啲手作啊，或者獨特嘅創意嘅一啲商品嚟賣啦。通常啲人咧要喺度買咧，就唔係話普通話俾啲錢啊註冊就可以賣嘢嘅，創意成分啊或者係一啲原作啦，一定唔會係 copy 人哋咧先至可以喺度賣嘅。同埋呢度附近亦都有好多咧好有特別才能嘅人喺度擺藝咧。啱啱見到個細路咧，佢擺嗰啲樽仔。喂，你做紧乜？喂，系咪睇紧片？喂，究竟佢哋唱乜哟？咁提下大家呢度买嘢食咧，全部都要用现金 coupon 嘅，就唔好就咁攞你嗰啲笔出嚟咧就俾钱，因为佢系唔收噶。系啦，行紧市集嘅时候，发现呢一间咧就可以即时绘画你个样上一件 T 恤度作为留念嘅。小不闲就谂住整一件啦，有彩色同埋黑白嘅。我整个彩色，我睇下究竟呢个师傅可唔可以真系画到我嘅神水出嚟？呢度啊，呢个神水啊！
真係畫完出嚟就咁啦，哇！有個神水見到啦，粒物啊，係兩粒物啊。呢一個咧，中碼咧，佢就應該係收差唔多400匹係啦，咁啊，大概圍翻得100蚊港紙。咁啊咧，件衫咧買完之後咧，會有埋啲簡介教你咧點樣洗，攞啲燙斗啊燙下佢先啊，以防萬一驚佢甩色啊剩啊，我仲有條蟲添。喂，走！呢件衫咧，其實就唔係我著嘅，其實我係想送俾我嘅觀眾啊！你睇下隻眼，幾精靈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要咧，歡迎大家like 同埋 share 條片啦。咁啊，去我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，咁我抽到俾大家咧，就會送俾大家噶啦。係啊，呢個係我帶俾大家嘅泰國手信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係，走啦，收曬檔啦！而家其實得翻啲檔，我哋要人哋 OT 幾咁難做係咪先？100蚊真係好唔抵啦，係咪？各位觀眾，我的分身術。有幾次喎？